要把它再站起来。下面是井寨，上面是整个一个大矿场。广平我们有石丘山，是天府的很好的地方，所以不要再乱插。这个样子哦，这个是还是要把树木留在这里，这个水不冲的。我来这边看看江道。对，要不要我不是要走正规了。很好的，很好的。防灾公园里边呢，就是包括将来紧急救难，这里边呢要能够安置啊，就是躲避，然后有储备啊，这个水、粮食各种的救难的设备设施啊，所以呢是功能上呢不是不太一样的。那另外呢防灾呢，如果把防洪也放进来，那这里边的公园呢也可以具有防洪的功能。来，邓家志宏，可以思考变成防灾公园的功能，但是呢，该开发的部分还是可以开发，不是说全面啊都不开发。那这里边的老树啊，这个大树，我们如果仔细进去看，这些大树呢都非常的珍贵，他们市政府呢对树木一点都不珍惜啊，这个是非常护树团体。感觉到非常宽心的一件事。那这里边呢十一棵的老树说有两棵还要外移原来的计划，那移了以后呢大概就完蛋了吧。那剩下呢还有700多棵接近700棵的老树不是老树，它是大树，那这大树呢也一样有保存的价值不是说呢要老到说你它是老树你才保护它。所以呢，这里这个基地上呢，是有很丰富的丽珠岩。那这些丽珠岩呢，这些丽珠岩呢，都应该纳入到规划里边来。那这个案子呢，如果继续往前推，大概就没有机会回头。那这个对附近的居民，或是对台北市的市民来讲都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台北市立广慈博爱院，这就是我们的广慈博爱院的原基的。台北市立广慈博爱院，今天放在这里我们这个看一下里面。这个是1958年、59年、90年就设立的。这个将来交通冲击非常严重，这个整体来考虑才有才能解决。然后这边就
文化大学环境设计学院的院长张亚军。再见。只要这里是，因为这里只要这样子弄好，绝对超越天母的，这里会超越天母，变台北是另外一个省。这里到这里，你要上山也方便，要公园也方便，玉成公园还有游泳池，就是然后那边还有南港公园，就是这一块地会是全台北市生活品质最好的。你老人要散步要走路有公园，年轻人要爬山要登山步道随便都可以，你知道吗？所以像这样的空间，你只要把它维护好，会吸引非常多的这些，就是像家里有长辈，然后他需要老人安养，然后可是他们也需要就是自助的需求，那他们就会优先选择来到这里。那如果他的长辈在这里找了安养中心里面住的时候，他可以就近照顾，所以他们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设施来提供给一些市民或是弱势的一些居民来使用。所以他们其实当地里长或当地居民。对社福这一块，他们蛮支持的，就是他们也愿意进去当志工。然后，可是市政府现在的问题是在于他们要负债，那社会住宅不是说不行，反正这些都是社会住宅问题。这个地啊，开挖，他这样只有上个地就开挖，那怎么只有你上个地就开挖？不过，刚刚那个里长。